所以自己躲起来的时候就是非常放心，那就是尽量的去跟打者做对决，然后相信野手这样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其实在守备上有一球，子彤的守备也是蛮精彩，在第二局有一球呢，强击球直接来接杀，可以分享一下当时的状况吗？因为瑞布给我一双翅膀，所以打出来了。今天就是谢谢队友跟队友打下这么多分数，所以自己就希望自己能够尽量把球出市场，因为就是我们中继队的投手就是真的比较辛苦，那就希望能够尽量的替他们能够分担一点。好，那其实昨天呢，比赛也相当可惜。自己昨天也有在场边看嘛，那这两场的这个队友的火力啊，整体的双轨。